今天去我妈家送简历，看刚刚都准备了什么。今天查干活，大胖胖鱼给拿来。这多少钱？那个36，这个是45的。还有这块行吗？太多了，不用买那么多。送简历一年送不了几次的，太多了。几次的？那就便宜点吧。不能便宜，我一块都要了。四十四吧。43，不管。43不管。嗯。行吧，我给你填上。21。行，会多少？送简历你一年能送几次？多少的是？21斤，900。这么多啊？900几的，我看看，都丈母娘一点。那这不多，不多。来，我给扫了。953。对对。牛大锅。这有送牛头是吧？没买到牛腿啊，送牛肉吧。我以为这次送简历你只拿一条冻鱼嘞。怎么可能，我都想好了，到家之后呢，这个你带着老妈咱去给她买个袄，咱要不带着她去她自己舍不得买。妈，脸开了也没出来硬，你看是的呀。忙什么的？娘个，你手怎么的？我手碰的。手碰的呀？把盘子嘎的，牛肉，那什么肉啊？嘎牛肉。我的娘，你那的牛肉怎么一点？今天吃牛肉睡觉。今天吃牛肉睡觉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鱼要吃的得找巨拉了。哈哈哈。湖北的鱼来了。北美的鱼啊，这一条鱼啊。这是自助餐。啊。我的娘个。啊，是的，60多斤这个鱼。哎，红红不行吗？好好那个，好好这个鱼，你不卖猪啊？来，好，感觉合适。看我点什么了？那是零斤了，那是1斤起的。21。不是你这回没事了吧？啊。不是我领你去卖个老家。那现在好还没好呀？俺可不要哦，俺可不要。俺可不要。我拿去上那个，那头发也没梳，头发吗？就是，你行，你好。也没换鞋。羽绒服啊，不要羽绒服。你要什么呀？羽绒服那买没看，你还在买？你看着去吧。是，就是因为里边穿的厚的这个。价格贵哦。你别看价格，哎、你光看样式能穿吧？看的，这个是好。它紧吗？嗯，这个不管，防身上现在。他得给你行政签啊，行政签是吧？想看价格是吧？看这个不难看的，戴帽子耶，戴帽子不要紧，这个戴帽子不要紧，这个不难看吧？我觉得我眼光还行啊，好看，我觉得不难看啊，年轻十岁。你穿这个毛衣绝对不少吧？因为你那个太撑衣服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看看。我看来的后边显得多啊，后边显得特别，你看后边镜子，你试试这回，你帮我把这个开了。娘个，嗯，你干嘛？穿上了不能脱。400多，你这衣挂，400多可不贵，我跟你说。还不贵，娘嘞，你一个，400多块钱。好嘞，400多。这穿的丢人了，哎呀。好好好，过年要穿咱就穿一套，你找个裤子。还有裤子哈？对，你得穿一身。你小时候买衣服不都得一身吗？这都600多块钱了。你别心疼钱，那闺女就给你买多好。嗯。